就是他用电脑去控制他们三个每一个分水的时间，所以你三个都去煮，他其实他都他自己会把时间分配好。它可以调水温吗？水温是靠下面的那个那个热水器去调。对。它下面有一台那个控温的热水器。对。那它如果是还在学的话？公主生就是因为还在学，所以对。啊，他五点下课，之后他如果有兴趣，请他自己来。家的，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附近。哦，没关系，他如果有兴趣，请他自己来。自己过来。对。嗯 okay。 所以他这个其实，你如果生意量多的话，怕你人跟不上而已。它可以持续弄，持续一直煮，可以边煮边面试公路线，对，边做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在员工这边，他就只要操作好，他就会有很多时间可以有多的时间就可以跟客人做交谈，去做介绍，对啊。所以你如果持续弄好了，持续去操作，它就可以接着一起。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，它每一杯煮出来的味道都很稳定，就排除那个人的问题。对啊，它可能不会煮到最顶级、最好喝的样子，但是它至少平均每一杯都可以78分，那这就很厉害了。其实它这个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说，它这个是用云端去操作，所以我如果把我这一台设主机，然后把我的数据去设定完之后，我如果有10家分店，那么我10家分店可以去云端去抓我这一组数据来使用。它不是说人一定要来亲自来这里设定，不用，它是直接连网路。对，它直接网路连上去抓完数据下来，它就可以全国统一。所以它的好处是它的稳定度是可以每一台都一样，只要水给它都一样。对，只要水一样，条件一样的话，它冲出来基本上它就会是一样。包括豆子，我们如果从物料原料端、物料端跟它的水质，我们都是使用相同的设备，基本上它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差异性就不会太大。那所以它就可以彻彻底底排除掉人为的因素。那因为现在其实最大的成本就是人，你要训练一个人，其实手工，我们讲实在话，你要训练到一个可以泡到你觉得 OK 可以卖，其实那要花蛮长时间训练的。对，那包括很多咖啡厅老板本身可能自己，我自己都会冲的不稳定，今天心情好或不好，可能都会有一点差别，但是机器它不会心情不好。就怕停电而已。对，就怕停电，所以基本功还是要练。基本功有基本功的，就是在突发状况的时候，你可以靠自己。